很多拍照的平台，重点都有无敌海景，这是传说中的豪华露营区。超 Q 的幸福红叶山呀，车站前广场就已经很好拍了，准备出发 Go。 可以看到我们第一个站要去的地方，三度空间，很低调的路口，那门票一人是50元，可以抵消费。它是沿着山壁所建的，所以要爬一些山。幸福中，我要摇一下喽。很多拍照的平台，重点都有无敌海景。哇，还有现场演奏哦。这也是提供餐点的地方，夏天就来一杯应景的芒果冰沙，后清凉哦。接下来另外一个观海景的好地方，海牙谷，这是传说中的豪华露营区。幸福海景下午茶，这也是沿途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叫番薯寮。看到底下的峡谷，非常的壮观哦！哇，无敌海景！景露营区，这边有个大石鼻山步道。传说中古道很短，还是来看一下。进来的停车处要收钱，机车费用40元。古道入口还要再买门票。前面是一般的步道，接下来就是传说中的透明步道，低下头。其实透明玻璃没有很透明，不过还可以啦。传说中的海盗米，新色梯田，丰收的季节，很可爱的稻草游乐园。这间是丰滨很有名的格马兰海产店。哇，小份的生鱼片就超大的喽！哇，里面料也超多的，幸福的龙虾，肉超大块的。近期一定要吃一下的鲱鱼，还有鲱鱼软香肠，海风味小吃，门口有猫咪耶，超香的，看它的蛤蜊是巨无霸版哦。户外有一个享受自然的大浴池。丫丫随意的自由自在的玩耍。